一下车，迎上前的就是两个月前的竞选对手侯友宜，热情迎接，握手言和，两人携手一起逛金山中角杀猪湾。啊，面官差不多爱几百公尺，较有比如国际标准啊啥货啊咧。镇上制高点，比划海岸愿景，强调要中央地方合作拼观光，但是一小时的大阵仗视察，侯友宜却显得搭不太上话。大家好，你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来讲金沙滩就回归。大人小孩都虏获，场控权归苏奎莫属。尽管苏侯两人不约而同都穿一黑一蓝的青羽绒外套，配上休闲鞋，心所想的却搭不同。 话中有话，要钱邀约，通通来。老长官笑了笑，接着一席话，告诉你谁是老大。我看侯市长要讲也讲得，很拗口。如果叫中角湾，可能会比较简单。刚才侯市长说你会盯紧这个，那当年我在100天就可以把一个经营。 变成顶埔高科技园区，强调自己行动力强，台下的侯友宜被赶压力，表情似乎不太好看。每一个人都是要尊重别人，今天这是交通部主管的地方，我们要尊重客人，要尊重主人。院会后决定来这里，那临时通知市政府，那侯市长也很快啊，马上。 今天一起来。当初竞选的可敬对手提出雷同政见，现在各居中央地方，盼能合作打造冲浪圣地，但各有居心，还是出自真心，也留给外界想象空间。黄宇新闻，宋俊毅、陈怡蓉，新北市报道。